Hello everyone, Chinese New Year is coming and I would love to spend my spring festival holiday in Shanghai this year. Today I am going to take you with me on a trip to experience the Chinese New Year in this magic world metropolis through exploring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live with the city. Let's go!安妮娜，你好，你好，欢迎来到上海，这是我们做的龙灯。这里是真的充满了浓浓的年味啊！对，因为每年的赏灯都是我们上海这里的一个习俗，我们每年都有一个灯会在这边，今年很欢迎你来我们这里一起来赏灯。好，谢谢啊。多在摆摊呢，我突然想到兰亭，我们祖师爷啊和克明大师曾经也是在我们这边城隍庙摆过摊的。当时啊，他在这里摆摊要1块钱大洋，因为我们的特色呢就是立体动物灯彩，以精致细腻为主的，所以说我们的和克明大师的这个灯彩啊，当时是特别受欢迎。那我真的对这个有感兴趣，在哪里可以学呢？我们现在有一个团队，就是吕协庄上海灯彩保护传承工作室。吕协庄老师呢，就是到我们这个工作室里定点来教授我们制作的工艺。因为我们的传承呢，其实就是在不断的把老师教的继承下来，再把一些新的元素融入进去。我想问一下，开派猜灯是怎么制作呢？你也可以一步步学去制作它的，因为它的那个工艺流程的话，慢点我可以带你去了解一下。南平老师，欢迎啊，来到我们工作室。今天呢，我要教你做一个龙头灯，这个呢就是我们一个龙头灯的一个骨架。那我们在这个骨架上面呢，先来学一下怎么样，就是把我们上面的一些装饰把它剪切上去。是真的很难，就是所以说我们在制作的当中，对吧，费时也挺费力，然后还要需要一些耐心和细心在里边。这也是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它在制作当中要有一种匠心的精神，就是这样子。In Shanghai, more and more young people like Zhi Yu are bring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rt into today's life. On the second stop of our today's trip, I will take you with me to the studio of Li Shi Yi, born in the 1990s, one of the youngest inheritors of the Shanghai style paper cut.Hello， 嗨，蓝萍，你好呀。老师你好。你好。啊，你在干什么？哦，我正好在做这个龙年的窗花剪纸。今年是我们的龙年嘛，你要试一下我们的传统剪纸吗？好的，好的，我先做根龙。做个龙吗？对对对，这个很有挑战哦。我们走，试试看吧。好的。Does the art of paper cutting have only one traditional style? No, that's not true. Born into a family inherit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For generations, Li skillfully cut out the trendiest and most vivid sketches of Shanghai through the beautiful paper cutting art. 这个呢是我们每年的一个限量版的一个生肖的这个剪纸。那么这个它还有个名字叫龙转乾坤。然后会看到它本身它的这个造型，从龙头开始就是非常的就是霸气且萌，我们叫做。然后身上呢又是铜钱相串。代表希望说啊，祈愿我们明年的经济啊能够加快的这个复苏。海派剪纸是什么？和其他的剪纸艺术有什么不同？其实海派剪纸呢，它是比较结合了我们这个上海的城市精神，表达的是一个上海的主题、上海的内容。同时呢，它的一些风格、艺术风格呢，它是吸取了叫做南北方的各个地方特色的这个剪纸的风格，然后形成了自己的一个独有的这样的一个派别。其实像海派剪纸，我们虽然说今天是在过年的时候特别的重视啊，但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剪纸作为我们的一个东方的设计元素啊，应用到我们的一些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可以和我们的城市的一些微更新和我们的一些旧区改造做一些结合。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的海派剪纸，我们也是希望说通过各种各样的载体代表我们中国的一种审美的方式，一种新的一种生活方式。 From her works, you can see the old Shanghai stands in front of you. In addition to visual memory, the memory of Shanghai also lives in audio.是铁路马，有的侬声声卡。我，哎呀，蓝萍，你好，你好，你好。猫老师，太精彩了，我好像是就倒过去的上海啊，是吗？倒过去的上海是吧？对对。因为我唱的这个调调呢，叫紫竹调，已经有200年的历史，也很有江南味道。你要不要学两句？可以可以。我来做个媒唱，我来做个媒，对，把你诚心让，来，把你诚心让，对，已经不错了。哇哦，上海话，原来上海话可以唱出来。是是是是，它有了曲调，然后它就变成一个艺术。我听出来那个沪剧有大概是200多年的历史是吗？哦，是是是。那为什么到现在有同样的魅力啊？这200年的历史，沪剧应该说跟这个历史的长河来说它很短，但是我们是随着这个上海这个城市它的同步发展的，上海城市的变化，我们的艺术也跟着这个城市的变化一起在不断的创新。所以沪剧呢，它有200年的历史，它有它的传统，但是它在整个的发展过程当中，它继承了传统，也发展了传统。我们的表现方式，我们的题材的选择，都很符合老百姓的胃口。就老百姓想要看到什么，他们想听到什么，我们总能在舞台上来体现，他们总能在舞台下来享受到。我觉得这好像就是沪剧的魅力吧。From what I experienced today, I found the city of Shanghai combines modernity and traditions. Under the joint protection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and people ther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an be passed dow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And thanks to all of this, we can feel a strong sense of the Chinese New Year. As people inject more meanings, contemporary happy life into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se cultural treasures, with the arrival of the Chinese New Year, are radiating fresh vitality and energy.